群热爱潜水的教练举办了万圣节净滩净海派对，邀请潜水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。现场有各式各样的造型，相当有趣，也让参与的大小朋友们透过这次的活动来了解保护地球的重要性。你捡到的是什么？地雷。灰蒙蒙的天气，一群人在基隆的海滩上净滩。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穿着雨衣，手拿夹子，再戴上小丑的面具，这是热爱潜水的潜水教练们在台风过后发起的万圣节净滩净海派对。你没有听错，除了净滩，还有净海。都想买。把气瓶装上 BCD 后，穿上沉重的潜水装备。潜水教练所穿的防寒衣还印上了可爱的西装领带样式。等一下就会摇身一变，变身蝙蝠侠，率领大家一同潜入水中。嗨，合同要下水啦！不止蝙蝠侠要下水，连合同也要参一卡。进海爱台湾。下一秒直接来到海底视角，小丑与尼莫捡起常年累积在海底的保特瓶，大家一起协力合作，将看到的海底垃圾通通丢进特殊设计的近海收纳网袋。今天能见度的话比较低，大概有3到5米而已，所以执行这个近海的这个任务比较困难。气候不佳，风大浪也大，不过还是浇不熄大家的热心。透过万圣节净滩净海活动，亲自体验保护地球的重要。记者蔡志恒，基隆采访报道。